我是张纯叶，我现在在韩国首尔。最近一部韩剧啊，叫做《来自星星的你》，特别的在中国受欢迎。当然也因为它，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叫做金秀贤的年轻男演员。那么到底为什么韩国的电视剧和韩国的明星可以在最近的十年当中一直在中国有很强的影响力呢？这些问题就是我这次来到韩国首尔的目的。当然，为了让我这次的探访能够更加的顺利，我还特别的请到了一位在韩国的资深男主播，让我们有请金玄旭。你好吗？你好，哎，반갑습니다。네，그러면이제오늘여기오신이유가있죠？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叫做韩国的南山塔，对吧？我想请教一下金先生，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游客啊、情侣必到之处？네맞습니다대한민국국민이라면누구나다아는굉장히유명한장소고요아我明白了所以呢我们想要找到这个来自星星的你当中的金秀贤第一站我们就找对了就应该从这里出发네김수현씨는한국에서도굉장한인기가있는데중국에서도그렇게많은분들이좋아하신다면서요对我们很多中国的观众呢都想来这个南山塔看看他和千颂伊寄所的地方千颂伊呢메인인가아이리와여긴시작하는연인들의필수코스라고그참애들이나하는짓을제대로오셨네천송이씨도민준오케이我们走吧뒤쪽에있습니다所以我们赶紧去发现金秀贤吧알겠습니다자그러면함께가시죠第一颗星金秀贤出发我们走走吧这就是他们戏所的桥吗？我可以找一找独教授的那把锁。都敏俊、金秀贤。在2014年，星星一句在中国视频网站上创造了10亿次点播的天文数字。金秀贤受邀参加江苏卫视《最强大脑》，该集的收视率即刻攀上了全国综艺节目收视的第一位。在星星热播的时间里，都教授为主的热门话题蝉联了各大排行榜数月之久，甚至剧中男女主角爱吃的炸鸡和啤酒也因为该剧的热播而销量大增。面对如此强大的男神效应，我们不禁会想，金秀贤的魅力在哪里？韩国电视剧的魅力又在哪里？栏目组将零距离地接触金秀贤，听他讲述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剧里剧外的故事。好，我们马上将坐着这辆漂亮的房车去寻找我们的第一颗星星都敏俊。네저희가이제남산에서만난다음에장소를이렇게캠핑카로옮겨봤는데둘이앉아있다보니까별그대연인이된것같은느낌들전지현김수현那我觉得呢我和千颂伊的距离呢如果说是这么多如那你就可以说你和都敏俊的差别是这么多是这么多아그렇게생각해요因为你知道吗我有必要告诉你不好意思啊恕我直言因为都敏俊呢自从这部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热播之后都敏俊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男生的形象可能真的离您的形象呢有那么一点距离중국에서는김수현씨에대해서어떻게생각하고있는지궁금하네요其实在之前我们真的对于金秀贤这个名字挺陌生的但是真的是直至来自星星的你这部剧在中国热播之后就有很多很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个年轻的男演员이렇게뭐얘기를좀나누다보니까배가좀고파요배안고파요
饿了。感觉到了该吃点什么的时候了。자그렇다면본격적으로별그대음식을한번만나보시죠자먼저첫번째음식은말이죠산낙지什么천송이가냉장수술한이후에첫눈오는날먹고싶어하는음식이바로이산낙지입니다이거봐아나갑자기산낙지도땡겨그참기름콕찍어가지고꿈틀거리는거식으면그되게쫄깃한데아感觉它像脱掉衣服的海参所以怎么个吃法呢살아있는낙지를칼로탕탕탕탕탕탕쳐가지고탕탕탕여기다찍어가지고먹으면굉장히쫄깃쫄깃합니다자찍어서好吃吗好吃好吃啊它是在动吗它在动吗不是它啊天哪它力好大这个呢就是章鱼嘛活章鱼然后沾这个我来替你们尝尝看큰걸로它会咬我吗哦큰거3, 2, 1식어요와우브라보哦医生他因为咬的因为它是生的然后很难咬碎我不能明白为什么他病后会想要吃这个한국사람들이굉장히좋아하는음식중에한가지인데요이런속담이있어요낙지는힘이없는소로일으킨다최고의보양식자다음별그대음식주세요아这个我知道初雪的时候 Chicken 这个要不错哟치킨과맥주를줄여서치맥원래는맥주한잔을딱마시고치킨한조각맥주있는거예요아맥주있어요 Cheers. 자 Cheers 마시고하나哇我觉得应该是很多观众都幸福的这是正宗的炸鸡和啤酒이게 fried 양념这个是原味的这个是有调料的然后是蘸这个酱吗蘸这个酱我尝尝看저는양념其实你知道吗其实说实话哦这个鸡沾这个料呢就是味道呢不是说特别到哪里去但是我吃的时候真的就会想起电视剧里的情形然后会觉得这个吃这个环节这个形式就更有意义아까까지는조용하시다가치킨나오니까좀좋아하시네当然因为这是电视剧里面就是最标志性的食物啊그하나하나그장면들다명장면이에요기억에남는장면뭐가있을까요최고의장면아我觉得还有一个场景让很多的中国女孩都有点伤心那就是都敏俊和千颂伊的吻戏전지현씨만큼미인이시거든요그러면은중국인을대표로해서전지현씨연기를좀부탁드리겠습니다전지현씨가15초동안하는그요정연기가있었거든요Pause one. Pause two. Pause three. 중국에있는여성팬들이도민준과의키스신을상상하기도하고막이러나요我觉得倒不至于想象跟都教授亲吻的场景就是看着都敏俊和别的女孩亲吻心里会有一点나도그런데나도전지현이다른남자를하는거싫어요아뭐진짜똑같네来看看都敏俊和千颂伊接吻的场面这场经典的吻戏一定让电视机前的观众记忆犹新
去年韩国的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风靡全国，一夜之间中国的观众就完成了对金秀贤从陌生到熟悉再到热爱的历程。从2007年《泡菜乳酪微笑》中的超级配角，再到后来的《Dream High》《拥抱太阳的月亮》《来自星星的你》等热门的连续剧，金秀贤只花了7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很多韩国的男演员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高度。아너무나영광이고또감사드립니다앞으로10년만더지켜봐주십시오꼭좋은배우가되어있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金秀贤的这句话给很多喜欢他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都很好奇，真实生活当中的金秀贤性格是不是和都教授相似？他塑造的外星人还会不会有续集的故事？他和全智贤的合作又会有怎样的趣闻？